第一点，第一点，倍数前倍比数，倍数前倍比数，最多最少二分，当 S。倍数前倍比数，对，最多最少二分。我说什么？倍数前倍比数最多最少二分。嘿，当 S。再来第二点，摆出来，画箭头，自己写，摆出来画箭头，找齐组合方程式。找齐，画了箭头就要把前后都找齐啊。然后组合方程式。好。把东西摆出来，然后呢，找算法，画箭头，再来前后找齐。再来组合方程式，好了吗？好了哈，来，我要圈重点了。一样八题，是八页而已。十六题，来，别讲了。第一页圈重点，来，有没有看到的五分之三圈起来？再来第二题的三又四分之三倍圈起来，的也要圈。再来，范例三的四倍圈起来。再来，我叫你圈，你才圈，不要乱圈了、啊。的四倍圈起来。再来，四下面一行有一个四二十二，那个四圈起来，然后马上写个等于，画一个箭头写等于，这个是组合方程式了，维氏比就是组合方程式了。来，范例四，范例四的三倍圈起来。后面围圈起来，甲的前为乙的五倍，那个围圈起来，好，那个围写一个箭头，写一个等于，好，那、啊、等于就是要组合方程式，会了哈，好，范例五，范例五的两倍圈起来，好了吗？再来换后面相等两个字圈起来，有啦，最后一行。第一行最后一个字啦，相等啦，奇怪是范例六的两倍圈起来，后面成为圈起来，甲成为有没有？成为圈起来，来第四，范例七，范例七的三倍圈起来，再来共有，共有两个字圈起来。再来范例八，范例八，范例八的两倍，第二行的两倍圈起来，还有第二行的三分之二倍圈起来，再来还有合计两个字圈起来，合计两个字圈起来，上面一行合计两个字，范例九的三倍圈起来，第一行的三倍的你都忘了圈。好，再来，再来，第一行最后面变成，有没有找到两个字圈起来？再来，范例十，范例十两倍圈起来，啊，对，讲错了，两倍圈起来的两倍。好，还没有完，还有四，周长四有没有？那个四圈起来，这里等于吗？对。好，范例十一，范例十一，哦，听我讲咩，的三倍，第一行的三倍圈起来，还有第一行的两倍圈起来，还有第二行为为九十八元那个为圈起来，再来范例十二，跳过，范例十三的四倍圈起来。好了吗？再来，就相等，第二行，第二行有一个相等两个字圈起来。再来，
再来，再来，第十四题的七倍圈起来。再来，后面第二行是 A 是 B 的四倍，那个四，只要圈那个四就好了，是不是的是圈起来。范例十五。诶，少写字，男生三倍有没有？那前面那个三倍的前面加个的，插进去的，对，那个的可以省略。男生三倍，男生三倍有没有？然后你加进去的，然后再圈起来的三倍。好，加一个的，然后把的三倍圈起来。再来，范例十六。完全跟这里没关系，不是划掉，不是这样，不是这样划掉。我要先把这题讲完，范例十六先讲完。来，先看这题，来有一个二位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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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什么叫二位数？乱讲。二位数是什么？写上去，直到九十九。直到九十九，那请问你一共几个？很多个。几个？光了，怎么算？连续号码数个数相减加一，你们怎么把这句话记起来呢？连续号码数个数相减加一，所以呢等于九十个，写上。我都常常会复习以前的习惯，你们都不把常常我常常念的句子多念几次。好，再来，再来。哦，再来麻烦了，来看喽。这里是十位数，这里是个位数，十位个位，好了吗？好了没？好，注意看喽。它的叙述很麻烦，很麻烦，很啰嗦。注意看了，十位数字，十位数字，十位数字，这个位置，这个位置的数，这个位置的数字，你要加一啊，加一之后呢？加一之后呢，十位数字加一了，加一了，加一了之后呢，就变成什么了？个位数字，个位数字的两倍，个位数字的两倍，个位数字，个位数字的两倍，会不会了？那求你了，个位数字可以放哪些数字？你跟我讲。零一二三四五七八九啊。那就一个一个四不就好了？啊，如果放零进去的时候，放零进去的时候，那这里嘞？零啊，那这里嘞？还在零？还在一？你下来是加一耶？负一。负一，哎，有负一这个十位数吗？没有。没有啊，所以我擦掉了，不对。来，再来，放一进去。二。这里，啊，所以原来是多少？所以你就找到一组啦，多少？十一啊！你把十位数字加上一，那不就变二？啊，二的话不就是它的几倍？个位数字的两倍，会不会了？啊，所以你已经找到一组啦，那剩下的你把它找出来。剩下的开始找，所以呢，第一组，好，所以找到谁？十一，还有呢？还有呢？还有呢？真的不会哦。不会哦。多少？这里放二嘛，
倍数前要先找，所以一定要先找个数啦。啊，个位数字只能放零到九而已啊，零一二三四五九，你只看到这几个数字哎，你还会看到什么？我问你，你从十数到九十九，个位数字是不是都出现零到九而已？啊，你就一个一个试就好啦。二的时候在这里，算回去。所以呢，第二组三十二，再找下一组，下一组。三的时候呢，个位数字如果是三，那你觉得十位数字多少啦？要五啦，因为你加一时候是它两倍啦，所以原来是多少？五十？会不会啦？到底懂不懂啦？会不会了？好，我把它放这里，你比较容易懂。再来，换什么？换四，四二。算回去，所以原来七十四，好，再换五，五二十，算回去，所以找到九十五，再换六，应该没有了，没有了，六二，算回去，这已经变三位数了，所以你只能找到几组？三四五组，五组，哎，再来下一步叫你什么？一位，交换位置。还是十一，交换位置。交换位置。三十五。交换位置。交换位置。那请问你的交换位置要怎样？小八。跟他一样哎，比他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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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那到底谁小十八？他也跟他小小，他比他小十八哦。他比他少。他比他少十八，那就对了。这种题目叫做实验题，完全不给你数字，所以私校很喜欢考这种实验题。你要一个一个试，听得懂吼？完全没有数字哦。好，写上。所以正确答案多少？讲完了，会不会太难？所以我开始跟你讲，你不画箭头，题目根本看不懂啊！啊，你们学校的都太简单了，太简单，简单到什么？一看就知道怎么组合算式了，加减乘除啊，懂不懂？懂不懂啦？啊，所以现在题目都很复杂，它叙述都很长，很复杂，所以你不画箭头一定死。听得懂了？懂还是不懂？懂不懂？你不画箭头，不画箭头，你不一边看题目一边去想你跟谁有关系，画箭头一定死。听得懂？懂还是不懂啦？懂还是不懂？好，它的规定是什么？你再讲一次给我听。我已经画完箭头了，那你解释题目给我听啊。哇、哦，还看？还装十位数字加了一之后会变成个位数字的两倍，十位数字加了一会变成个位数字的两倍，会不会了？所以以后会不会画这个箭头了？会哦，到底会不会啦？会了，再来先猜谁？先猜十位数字哦。个位。啊，为什么不先猜十位数字？不好找，我跟你讲为什么不好找。我跟你讲，为什么不好找？对，没错，要除以二。来，注意看了。哎，老师他也是从，他只能从谁到谁，你知道吗？可以放零吗？啊、放零就没有了，就跟一位数的啦。所以这里只能放一开始，一二三四五七八九，听得懂？好，随便放一个三好了。来，三加一，上回去。哎，简单，老师很好找啊，很好找啊。好，换一个，换七，七加一，八，八除以二。回去、欸、很好找啊。好，换下一个，换八，八加一，算回去，哎，小数分数了，不好除哎，懂了吗？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我要先找他了吗？
对，因为你这边算回来，有时候不能整除，找不到啦。所以有时候用到除法就是不好啦，会不会了？会不会了？啊，所以记起来先找谁？啊，所以从找个数字，这样找放哪些进去？可以放哪些？零嘞。会不会了？然后就可以找出来这五组了，会不会了？懂还是不懂？来，题目说什么？题目的规定。再来。两倍，会了哈，会了哈，好，收工。看，翻回来第一页第一题。来，哎，这个没单位，倍数对不对？倍数对不对？来切半，用以前的方法。来，自己做，你这题会了。倍数写现化嘛，啊有分数分数分数倍数分数倍数先切在哪嘛，啊整数就是重复化嘛，啊分数分数就是先切在哪嘛，啊所以再来呢，再来四打几只？四八只是谁的？加一两个，加一两个。好，再来算个字。不会哦，八，哪来的八啦？哪来的八？对啦，啊，所以呢，一格，好，五格，想起来没有？一哦，啊，这里写错了。哪里来？这之前教过吗？还会吗？会哈、哦，好，再来用 X 了。来，谁当 X？ 倍数前，倍数前，倍数前嘛，的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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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前面就主词嘛，会不会？我的、你的、他的嘛，小明的嘛，啊，所以那个的前面就是主人啦、啊，会不会了？会不会了啊？所以甲的啊，我问你，我把这个五分之三改成笔好不好？甲的笔啊，所以这支笔谁的？主人是谁？啊，对啊，啊，所以这个五分之三是谁的？甲的啊，所以只有甲能用啊。啊，你的内裤给他穿了，听得懂啊？听不懂？懂哈？啊，所以谁把谁当 S？ 甲啊，所以甲想 S。再来，画箭头写上去。所以一，好，再来全部加起来，好，左边加完多少？没有写就是一啦，这种时候还要提醒吗？一又五分之三，等于四十八，所以 S 等于四十八除以，好，乘除乘除改上下除改成列的。你看我只要碰到什么，我只要碰到状况，我就把那个，我会把状况念出来，然后把方法顺便念出来。好，乘除乘除改上下除改成颠倒。好，算完 S 多少？ S 是谁？ S 是谁啦？问甲、喔、问乙啦，所以我放来这里算。这题画图简单，不是是要看题目复不复杂，这一看就知道题目不复杂，所以我当然用画图。像刚刚做的一大堆，有没有什么什么椰奶、真奶，然后贵，你比我多几杯，然后每一杯多少盐多少，那是不是箭头很多？那种画图就很麻烦啦、啊，懂了吗？箭头越多，那个就越麻烦了、啊，就不要画图了啦。来，范例要自己写，简单。两个方法都要。我们先用 S 好不好？我们再练 S， 先用 S， 先用 S， 先用 S。
怎么先插什么啦？不用啦。来，你们两个方法都是。好。我不知道，我还没做。方程式很快齁，方程好快，因为画图真的很，我觉得好浪费时间。你看方程式一下子东西都起了，就可以组合啦。你们放听，课本放收听。来，我想要先算这边，因为这边题目快出来了。再来，再来，再来，这里有个四有没有？所以要组合方程式。哎，问题是前面四就是等于嘛，四六十六就是等于六十六。再来，那前面是问什么？差差的话就是两个相减啊，一看也知道差比较大，所以三又减 s 等于六十六啊，没有写就是一，所以减完二又是三。红影，你在看哪里啦？所以呢，除过来，对，二又。来，乘除改上下，除改乘颠倒，约分六四，放，对它二十四，算，这点二十四乘以四分之，是三十二，四二十五，所以呢约分六九十，所以全部合一四，做对举手，好。所以每年的三月就是准备考啊，所以你们三月去考完回来就你们就只剩一年，你们一年的时间啊，所以我才跟你讲，有我们都常常碰到那个到了六年级才打电话，这个时候才打电话来说想要开始升上六年级，升你如果你是升上六年级才开始上，你升几个月你知道吗？对啊，你想你就是九月哎。七八九十十一十二一二三月开始考，所以剩八个月。对啊，所以很都通常都赶得很辛苦。好，好了没啦，来画图画图画图，看这边了，一个一样，两个一样，三个一样，四个一样，这个叫四倍，可是我这里只有三个整数倍，然后还有甚至三，所以你要切啊，所以来切了。切四份，你还要只要拿几份？拿三份啊，所以这里是多的，拿掉到这里而已，会不会了？会不会？会好。那请问你这里跟这里是不是一样啊？你可以切四份，我当然也可以切四等份，会不会了？会不会了？所以这里也可以切啦。啊，我就是你嘛，啊，你切我也可以切嘛，啊，这里也是一样啦。啊，这里也是一样啊，切完大家的格子通通都一样、yeah. 啊，数格子数格子，来，它是六十六，所以这里是六十六，几个？一个，所以等于六啊，所以呢，问谁？问两个，来，六乘以总共几个？数十五十九，所以等于一四，乱讲，怎么会是十九啦？我说两个加起来，哦，你直接可以数全部格子哦。可是有人听不懂，你的19是什么啊？有人听不懂啊？这里几格？几小格？四。再来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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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所以开始数四一四四二八四三二四四。总共几个？对，所以可以六乘以十九，所以答案等于一四。一四，会不会了？会了。画图哈、哦、不好画，可是好算。好，可是 S 注意听我讲，你用 S 会很快就找出题目就可以算了，可以找出来，很快找出来开始算。哎、啊，他呢画得很慢，画得很慢，可以算得很快，懂了没啦？